千秋伟业，为了世代华章，千古后继铸就辉煌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，风华正茂，山高水长，昂首挺立。在新时代的征程上，昂首挺立在新时代的征程上，激情澎湃，让我感受到了他们对这首歌的热爱和对祖国的热爱。这次活动让我们所有的教职员工孩子们得到了极大的精神的提振，非常荣幸有意义可以为这次活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，用我们电影学院人自己的方式抒发对党和国家的情感。最后的时候那个呐喊真的好激动啊，快闪的形式也就如同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的写照，聚是一团火，散是满天星，争取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再创我们电影教育的辉煌。我们需要创作更多的为党和人民服务的精品力作，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可以去回报母校，回报社会，回报祖国。那时候有一个歌，我们生活比明天，现在就是比明天，所以骄傲，我骄傲，我自豪，我祝福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带领我们14亿中国人民朝着既定的目标奋勇前进。